县治所在地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。这依山面水，四面罗在交汇漓江景色荟萃，唯有阳朔山水在四面之说是漓江风景的佳绝处。县治所在地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。这依山面水，四面罗在交汇漓江景色荟萃。山面水，四面罗在交汇漓江景色荟萃，唯有阳朔山水。